告。好了，开好了。这样可以了吗？满意了吗？哇！你又来指使我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好的，给你吃呀。吃到崩了没？最近寒流来袭，不止民众觉得冷，联盟宠喵喵也动胃调啦。IG 账号 Cherry180 在网路上分享自己与宠物喵的日常，只见橘猫站在暖炉前示意主人快点开暖气，超可爱的互动萌翻大票网友，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喂，先生，现在26度哎，你要干嘛？26度很热哎，很热你还要哦？很热呢，你要确定呢？啊，我给你看，很热哦，今天很热哎。毛又26度还要吹啊，你知道吹暖风才可以洗澡是不是？